欢迎收看《学生批发风音乐》。我是怡晨，我是旭。最开心的对，今天我好久没有看到你嘞，真的。我记得我上一次看到，不对啊，你很久没有，应该是说你好久没有看到本人了。对，不是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碰到面。虽然我前几天有看他直播，哦，对对，他后来直播，后来有，而且我本来要丢礼物哦，真假？我要丢礼物，然后我就念按说，礼物没有出来，我说一直出不来，然后就当掉了，我手机就当掉了，算了，应该不是我当吧？不是，我当，好可惜哦，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对，大家开始回去直播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对，因为疫情关系，现在很多歌手他们没有办法去现场，外面的表演变少了，对，变少，就是还是要有一点曝光度啦，对对对，就是跑去直播。我是，他有啊，他好像在你之前的前一天播，哦，真的，真的，没有，我是因为平常在家就练琴，想要自己弹无聊，干脆就打开直播跟大家一起。你是？就是自己开好玩的那种，开好玩的，开好玩的。因为我粉丝有些认识他，所以我就直接在我群组说：“你们喜欢的晨曦开播了。”真的假的？喜欢的晨曦，难怪你讲完都没有人来。真假的？我有特别标记几个人，就是比较喜欢你唱歌，我标记有，我有标记。那他们来会失望，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的唱歌，我在练琴。哎，哦，练琴。对啊，就疫情的关系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。对啊，大家真的要多抖内。你没发现我们主持人越请越少，越来越少了。你看，我现在这样子，一个人我都可以躺着主持了。那你去那边，我也想。人家不是人家那个人家康那个康熙来了最后一集才在床上，我不用最后一集我就可以。不要乱讲话。还有很多集，还有很多集，就可以直接躺在这边了，你看多舒适啊！如果觉得我们主持的还不错，记得要多抖内，多多抖内。主持越来越少，你要购买，对不对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大家都去打工了，赚不到钱，大家都跑去兼差，兼差这样子。好的，我们我们在节目在播出的同时啊，是，我们另外隔壁台，隔壁台对，有在播职棒棒球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现场不能去没关系，但是可以也是可以看转播，对啊，在家里还是最安全的啦，就没事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一点，是，对啊，怎么样？没有，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第二趴？大家期待一下，你看这么空旷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问他怎么样吗？因为他已经开始在放空了，他已经想到下一趴去了，他这一趴已经没有要主持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不把我们当，他不把我当女的看，这样就是他就是已经心已经飞了，长头发坐在你旁边，你在想下一趴？没有在想这些，我是在想说上面有写嘛，我们要介绍下一趴，打完棒球介绍下一趴来宾的，下一趴是有六位。18岁，对，平均18岁。那我等一下很想要来问，是谁拉高了平均值？拉高也没多高啊，其实。对呀，都才18岁而已。不是，搞不好一个27，然后其他的14、15、16，应该这样。没有，平均18。我有去看过他们的简介，都是高材生，而且目前都还是学生。而且他们其实真的蛮辛苦的，我们等一下再讲。对，那是不是跟其他团撞这个风格？我觉得不会耶，不会吗？我觉得现在台湾女子团不多，不多吗？不多，其实没有很多啦，真的。因为你看 AKB 是可爱型的，他们不是走可爱型的，所以其实是没有赚，所以没有赚到。你看那边的海报有不多吗？所以，好，会这样子，因为你看风格都不一样，对啦，对啊，有可爱的，有个性的，然后也有就是比较气质系列的，对，不一样。而且你看他们有6个人，有6个不同的风格，没错，好期待哦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第二 part 的这个女团啦，是对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个最近非常非常红的网络歌曲。哎呦，其实它之前已经红过一阵子了，学猫叫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是几年代的，现在已经2020年了，没有跟到，没有跟到。你这很老，很老哎。这首歌我期待有一天那个晨曦驻唱的时候可以被点到，我下次去点，就是为了这一首，为了这一首，我要听这首歌哦。写纸条，听一下到底什么歌呢？这个精华片段很精彩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而且很多是。
技表演，特技表演。啊有一个婴儿墙，还有一个结局的感觉，还有一个结局，很厉害，他很强哎！你看那个里面的那个什么什么都是名字，名字就是名字，我好像是王子要去拯救公主，然后国王的名字一长串，公主名字一长串，然后什么什么城一长串，怪兽的名字一长串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把它弄成一首歌这样。哇塞，真的很超猛哎！他跟之前有一首歌也很像，也都是破音字那一首叫什么？生僻字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我真的没办法，完全看不懂。这一首歌很强哎，这首歌已经不是那种就是，你在上面打提字机，你可还是可以念念的那一种。它就是很多那种不懂不同的那个字的音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完全你要整首歌记在里面。太厉害！哎，等一下如果逸轩来，可以叫他唱，他好像会唱，他会，他有练，他有练。他等一下要在场外，不要给他那个镜头，不要拍他脸。他如果唱对，他才可以进来。他没有唱对，就站在外面。对，谁让他要迟到？没有啦，因为车不好停啦。不然就是给他一种选择，就要么唱完再进来，要么就是他提着饮料进来。他没有唱完，你想过这个观众的感受吗？那歌不是一般人唱好听的。还是说，就是下一次呢？我们来挑战这一首歌。我觉得我们不要一个人挑战，我们必须一个人一段。可以有的人一个人演一个角色，我们一个人负责一段。刚刚他是一个人演三个角色，对对，然后四个是还有旁白，他还有旁白。哦，那就是旁白怪兽、公主、公主、怪兽也有演哦，有有有有有有，他有演。你没仔细在看，没有，他还演一个婴儿。啊，对，他那是六个，那我演婴儿好了。你怎么不去？我去撞墙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去外面走走。好了 ，OK。我们下一次来挑战这一首歌好了，因为听说现在 KTV 已经有这一首歌了，真假？对，所以我们下一次来挑战一下。直接去 KTV 挑战是不是？我不知道金贝够不够。直接跟他说，我们挑战一首歌，就我拍一下，就走这样子。没有啦，就是我们下一次来挑战一下。网络应该可以看得到 KTV 版。先大家先回去。恶补一下这个部分，因为我应该下一次不会来。这他这答应他，先请假。你今天有这一趴是吗？哦，那我肚子痛，我肚子痛。谁肚子痛？你。哦哦，你。我接下来要唱一首歌。你唱什么？接下来这个歌它是一个同名电影《你的情歌》的主题曲，《你的情歌》。哎呦，然后是 Tank 的歌曲。哦，很久没有看到的。对他很久没有唱歌了。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好感动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感动。他没有为什么讲。我在 ID 的时候会讲。好好好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。你的情歌。好，这次呢选这个 Tank 的《你的情歌》，它是一个同名的电影的主题曲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超好的，它就是每一个情歌你都有 for 一个对象，但如果这个爱情它最后没有好的结果的话，这个情歌好像就很悲伤，失去它的那个归属。来，这首歌曲来自 Tank， 你的情歌。转身过后，心痛吞噬沉默，想对你说的都没说。我们曾拥抱，微笑和夜空笑说，我们会很久很久。独自走过，回忆渗透寂寞，最想要留的都没留，双手的余温。中闪烁，有种旋律叫舍不得，有种是心如刀割，遗忘了，尘封了，也不褪色。能不能让伤痕消失在这首歌，留下如诗般的天真？有种旋律加想念着，越想念越加心疼。走过了，流浪了，依然深刻。谢谢你
微笑着成全了而放手了，留下心痛的这只属于你的情歌。想念着，越想念越加心疼，流浪了，走过了，依然深刻。谢谢你微笑着成全了而放手了，留下这心痛的这只属于你的情歌。我刚在听陈绮唱歌啊，屁！你刚刚在停车啊？我们刚刚有弄了一趴要给你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们刚刚在听那个达拉崩，不然我们都错过了，不然这趴我不要录。不然你唱一段达拉崩，没有歌词啊，可以随便哼啊，反正没人知道。于是达拉崩吧般的贝蒂普多比如我，真的乱念，是对的吗？好像是对的啦，他是念对的，练过。很厉害，真的会唱。五年后唱，开玩笑，真的会。五年，他说他五年后再验收。好了，好，我们要唱 KTV 哦。好，下次吗？这首歌播卡了。OK， 我下次会请假。没有问题，不要乱请假。说到这首歌，周深唱这首歌才红哎。我们刚刚就是他唱这首歌才红哎。哦，怎么会？他明明就很会唱，明明他竟然唱这首歌才红。哦，开始写这首歌。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让人突然间记忆深刻，突然间一个爆发点，对，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对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瞬间会红嘛，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去维持。就是爆红的那种。不知道我们那瞬间过了没？你们那个瞬间基本上应该还没到，对，我们应该是还没到，正向哦，还没到。有一天一定会到，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要玩这个游戏呢，就是画图猜成语的部分。那这个有可能是成语，可能是四个字了。哦，四个字不一定是成语，不一定成语。对，OK 吗？你干嘛？他面有蓝色，他面有蓝。对，因为成语不好了。对，好了，我们接下来玩这个游戏，因为我们人数不够，关系我抽我画，然后大家再顺着猜。你自己猜。其实也没有，你抽你猜。其实我们也是分配的刚刚好。真的。你抽一题，然后你画啊，我写出来，然后我再给他，然后他讲答案。其实也没有，就变成抽的人就要画了啦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变成没有人可以混。不用，对，不用有关主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就画起来。OK， 好，来。如果不行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那就命啊。简单吧，这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好好画哦，我觉得你很可怕。不要怕，陈心是游戏黑洞，我最怕你了，你知道吗？
大家都你们你们不要这样，他最后的已经是画画了。可以可以。好了好了，不行，你要先画，你要先赶快画，不然我就看到了啊，后面就看到了啊，所以你要先画，他们都不能看。他自己数秒哈。哦好。给你30秒，太长了啦。给三，晨曦有没有最后10秒？好不好？快好了，快好了，这样。是，猜到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啦，我就可以啦。如果是我就猜到啦。四个字吗？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完蛋了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完蛋。我是游戏黑洞。你是画四个字出来吗？四个字啊。我觉得我是黑洞。白洞，白洞。有吗？猜得到吗？啊？最后这不是神奇宝贝哦？哪有这四个字啊？糟糕了，糟糕了！糟糕了，一定错啊！我一定会。要不要弃权？投降输一半都没有、啊。投降输一半，可以的。糟了，我觉得我完蛋了。这什么字、欸？对哦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个好。欸、不能讲，不能讲。不讲不讲，你们第二棒完蛋，那我要玩什么？我玩我玩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其实逻辑对了，我觉得旭一直笑哎、欸，我觉得方向有对了，方向有对了，没关系，你就照画啊、哦，超有默契，超有默契。你画不出来就把它字画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了吗？以纯以纯换你了，修蛋鸡嘞，四个字，你看得到吗？修蛋鸡嘞，拍得到吗？拍得到吗？因为是。我不知道他说三画四个字是这四个字，我就看这四个字啊。可以可以，这不是成语吧？这是什么？不要吵架，这不一定是成语啊。这一点文法都没有，好不好？天降甘霖，别乱猜，还没看到题目。指鹿为马，指鹿为马。我这个要怎么画？画蛇添足。你照着画画看的，你照着画画看，你就四个字照着画画看的。这说不定是一只什么怪兽之类的啊，对啊。说不定我会猜啊，怪对啊，可能像刚刚那首歌一样、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它的困兽之斗创造的名词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是看他画的。来十九、哦，全部涂黑哦。八，那就是七，夜空中最亮的星啊。六，好哎，超过四个，黑白乱画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来你看一下，你给观众看一下。我笑死！我跟你讲，我反过来给你选。后面那个好像泥鳅哦。好，后面是暗号，对不对？暗号你会唱吗？不是啦，转过来，不要闹啦！耶、yeah ，你认真看，不是，嗯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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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示啊！我相信以他的聪明才智，他可以的。聪明才智，不要这样说。他很会画画，他可以的。他是读医学系的。最后那个是泥鳅吧？不是啊，哎呀，我很认真的。好啦，可以的。池塘里水满了，鱼也停了。帮我们换半次，换野木。下一题，木，这是女生吧？他折你，他指对啊，这个是男，这是女嘛？那个他是反过来的、那個、是啊，这是女，这是男嘛？反过来的男，你是不是厕所常常走错？对，这是我愿望。看不懂，不要在那边乱讲话。眼睛，眼睛，这个是这是什么？眼睛，猫的眼睛。时钟，你给四个字出来，你给四个字出來。对啊，随便讲四个字。钟，钟，国好声有没有？钟，钟，钟，钟的眼，钟目。中什么啦？对啊，我看下，最后是蛇嘛，最后一只蛇，不是蛇，最后一个字是蛇的成语，蛇，终于是蛇的成语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抓节奏，抓节奏，你这是吃汤的水满了，一开始就知道答案的人画的，北啊，我忘了写那个北，我写错了啦，哇，好呀，这是你，你看，你看我写没有北看左了，我是要写东啊，什么？我是要写东，但是我东南西北吗？东，第一个字是东，那我写错了，所以是我错。它是成语，东的龙，东什么龙？东的龙，东的东的龙，东眼，东眼，这是看，这是看，东看，所以我对一个，你看，这是望，东张西望。什么鬼啊？为什么是？没有，就我想要睁眼嘛，东张西望。哦，你的望，你想要画狗哦？对，我来不及画，因为刚一层大叔很快，这超像酷。什么龙啊，是什么之类的，看起来很像，更像龙。那是猫吧，烦了。好了，哎，不不，换位置，换位置。是啦，再一题，再来第一棒，来第一个让会画的人，以晨去画，不然我画，不然我画。好好好，那我看。好好，那你第二个。啊，我觉得我是黑洞。我跟你讲，我比较会猜，我比较会猜。你不信？你屁呀！我也不信。好好笑。好生气哦。好吧，来，我要抽题了。差太多了吧？东张西望，你太。而且你那哪西呀、啊欸？而且他写错了，他说他写错了。对、欸、那东的英文是什么？东写 W 北。W 是西。哎、欸，这个好难哦、喔。
我快画完了，我快画完了。三啊，不五。好了，好了，我看，这是什么？哈？这是什么？我很认真画了。哇，四个字。圆。不是。那这是还可以提示哦。没有，我没有提示。哈？换一个想法，在这一刹那冻结的时间。换一个想法，除了这个，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慢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什么？我看，我真的猜不到，完全没有办法，我直接放弃。那个看不到，他直接放弃，他写不出来。你说我看你的还是看他的？你看他的吗？看他的，你猜是什么？你猜，快点猜啊！快点猜。最后一个比较难，真的、啊。最后一个字，第一个跟第三个是有图的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还是他啊？我的真的颜色没有，因为它蓝色，但是应该是背面哦，蓝色是背面印过来的。圈，我终于知道你刚刚讲那个圈，这个是成语吗？它是成语，它是。我把我看到的写下来哈，圆。你看吧，你在画宝可梦了，傻眼。圆。好，音好，来，可以了，我觉得这应该画出来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我觉得很棒。来，换你。好厉害哦！你看他们猜多久？这就是绘画程度的差别。傻眼！你看他们画多久？好厉害哦！他们猜多久？我画宝可梦了。好厉害！我在猜，他们一直在画图。圆阴圆红是什么？这个很难。不是，那你给晨曦看看，看他知不知道？你看这边哦，元音重现，黄音出谷，不是，他一三同有圈嘛？啊，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是同一个字，是一样。它下面还有一个叉，其实我不太懂那叉什么意思。那是上一集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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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一集就是画一个叉，真的这那叉是有，是不是？然后一直跟我比这两个，所以不圆嘛，因为有叉有圆，不圆不方，不是，它是圆的，那是耳朵还是嘴巴？你们不换一个想法，换一个想法，圈啊圈，你们就只有圈跟圆，环什么？没有别的了，环，是跟绕哦啊。对跟错，有跟没有哦， oh, 有。好，下一题。跟没有，有听没有懂，有没有？没事。有，这是有。有啦。有始有终，这两个字是一样的。有什么？对。刚刚不是有始有终吗？不是啦。有什么？游来游去，这个游来游往，听没有懂，就跟我想一样，生气耶！有耳朵，耳朵，有耳朵听，那应该就是有听啊，不是音乐，你们不能被有声有色，他在对的。哎呀，有声有色啦！糟糕，没有 round down， 我不能就掌控节奏。是不是很难？是不是很难？超难，因为是不是很难画？因为声跟色，你根本就画不出来。好了，他没有实质。我刚画成这样，我也没办法讲出来。你那个把画成龙的那个，OK， 烦哎，还是很厉害。再一点，你一会画的就前面啦，对不对？我刚，你不准，你我刚，那我刚才那个好了，好，那我在这边。我刚刚听了两题，我发现那我也不会画题目，我发现题目很难哎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哇哦，你看有声有色，我真的有，你可以画油，油要怎么画？对不对？油，不然我画就画起来，来，眼睛闭起来，还有那个油吗？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你们等下再吵，等下再吵，等我画完你们再吵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你们很多时间可以吵，没事可以乱画。这不是上不知道哪一天，这个是那个不摇滚，我都有看节目。对，啊，这个是这应该不算成语吧？这是什么？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个是四个字的吗？这个算是一个考验，对啊，画图的功力，不摇滚。有一次猜那个歌名。是三个妹妹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帮我，你不是颜色笔吗？对啊，帮我是他换眉，我给你换，反正我写。要帮你倒数，是不是？你等一下写，要帮我倒数，你先写完给我。对，九，你好了，你快，你这么画快，八，他已经乱画。七，不会，他很会画画，真的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我听最近答对，最近答对了哈。啊，我知道，超简单的，天啊！他抽到简单的，对啊，
这成语好不好？这一定是成语，这一定是成语，不会错的。超难的，你想要什么就想。隐藏希望，照 follow your heart。东张西望是我画的不好了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这么简单？这简单，我跟你讲，你等下不要画不出来哦。好，简单，我们给你十五秒，十五、十四，不行啊，太快了啦。十二、十一、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啊，好吧，你知道画多精致，要够图嘞，你画多精致。好了，再给你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等一下啦，乱弹阿翔，四，哎、欸，后面哎、欸，后面很厉害，像哎、欸，三，你说乱弹阿翔很像，真的很像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哦哦哦，给他五秒，不要让他太像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结束，来来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，停笔，停笔。旋转木马吗？哎呀，好聪明啊！对不对？所以题目一定不是这个。有没有？很厉害，好会画。是旋转木马啊？是吗？对，旋转木马。吓我一下！好了，好了，给你看答案什么了？就是说答案不是旋。我们等一下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唱歌？我要唱歌，气死我！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，不错吧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早一点搬到这个，我们就很有成就感。对嘛？前面两题是怎样？完了，给两天大都给画的很好，绝望呢、欸。来，等一下谁来唱歌嘞？我要唱歌。要唱这歌很好听嘞，旺福的歌。我当你空气。好，我喜欢这首歌，很可爱。真的，这首歌是我直播都一定会唱的。为什么？你是把观众当空气这样？我当你空气，就是要把他们当养分。就是他们，我是需要他们的，因为没有他们会活不下去。对对对，这样讲。可是有时候他们又讲话又很讨厌，所以你又想要把他们当空气。两种意思，两种意思。OK， 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空气就对。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听这首《我当你空气》，你当我空气。接下来这首歌《我当你空气》，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，然后也很常在直播间唱这首歌给我的粉丝听，然后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大家，送给你们，《我当你空气》。
很爱的一首歌，对，被敷衍。刚刚真的画的，刚刚真的画的很好，我觉得。OK 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旋转木马，终于有发挥一点点实力的部分。一看到就哦，我知道，我觉得马上就知道。我觉得你要庆幸第一个是我，不然可能到你那边的时候，他仅仅不是旋转木马。真的，我来画就不是这样子，就把狗画成对，后面已经不是，他可能变动物园之类的。把马画成咖啡杯，别人可能一转过来哦，动物园。哎，不是是吗？去动物园哦。快点，下一个游戏。但好无奈，我说。可以开始了，他这个会不会讲一年 ？OK 的，好啦，再给你平凡的机会，下一个游戏。我们下一个游戏，我们不要画图了，我们用肢体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糟糕，肢体更窄，更窄，肢体更窄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玩过的这个游戏，比手画脚。等一下有一个人会戴着耳机，然后我们抽题啊，抽出来可能是三个字。应该说是都是三个字，都是三个字。那这三个字呢，我们三个人可以平均分，看谁要比。第一个字、第二字或第三个字，或者是三个人呢比同一个答案，然后给戴耳机的那个人猜。好好好难哦，不会的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很简单，完了就知道。比划出谁要先听，谁要先猜，谁想猜？我猜，我猜，你猜。好，那我们三个来比。好，来来来来，那你去那边，你直接被排挤，拜拜。你的耳朵啊，我们有换题目了，对不对？要先看后面哦。哎，没有史努比了。对，看看墙壁。你只能看墙壁。那我们抽一题。我刚刚以为题目是史努比。啊！我要第二个字。哎，我觉得我觉得一起比比较简单。就是我们都三个都比一样。啊，好。就这样子嘛。这样就好了。嗯。然后这样啊。啊，就是对对对。啊，觉得蛮容易的。然后我们是比三种。哈。等一下，他可能转过来。三个字而已，不要讨论太久哎。OK。这一点点简单，这超简单的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，来转过来。哎，没有人可以。可以开始。哦 ，OK。你不用戴着耳机。没有，他不用戴，他不用戴。对吧？你们是比而已吗？对，我们比而已，我们不能讲话。我们一起比，我们一起比，让你。你先比。一起比，你先比。好。很简单呐，这个。有望，对不对？东张西望。对，三个字。张西望。好，换你。有猫有啊，这简单的啦，对啊，太好猜了。那我还要比吗？比一下，比一下，一定要，一定还是要装可爱一下。对啊，傻眼。哦，可以可以，简单的，来三个字，简单的，你给我好好讲。转木马。这里应该好啦，这太简单，太简单，太简单了。学猫叫嘛，没错，对的，简单简单。好，好，好 ，OK OK， 来来来。暖身体啦，暖身体啦。那你抽一个，给你抽。好好好，来，给你抽一个。为什么从这个角度，好像那个拍起来，好像有自带那个滤镜的感觉、啊？这可以，帅啊，对不对？好像自带效果，真的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不然，可是我觉得分三个字比好了，比较好啊。分三个字比，我第一个。那我最后一个字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我最后一个字。好好 ，OK。没有，差点丢回去。来来，你先。好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对对。对对都三个字、哦，太简单了吧？猴子，来吧你，我知道，我大概哦，哎，简单的，你刚刚不是比三个字，你比一个字而已，我不知道哦，烧烧抓睡，没有，我在讲他的啦，睡。哦，好厉害，聪明啊！对啊，勾打打打。惨 ，Go Dutch， 有拍到吗？刚刚有拍到吗？有拍到的。对，要蹲下，要提醒一下。抓睡打，不是不是，三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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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再看谁？你要看谁？看谁？你想要再看谁？我们分别是第一个字、第二字、第三个字。对，你想要照顺序，照顺序。你再一次，烧抓错，为什么是这个啊？因为。瞌睡虫啊！啊，对呀，我猜哦，对。我刚刚我想说答案应该是那个台北市长。我想说什么？可是后面怎么好像不是？对不对啊？不是。你是在我想说你是不是在讲说他都在睡觉这样？我想说哎可以这样子啊。不是。好，我好好玩哦。好，超不错哎。来来来，来啊！等一下啊。镜头。往那边哦，这个哎、欸，你会的，我就不好比耶，这个你很会，不好比吧？对，应该分开来比啦。啊，照着比，
我觉得第二个跟第三个字会很像。真的吗？我看刚三个字哦，松狮。对耶，对，好，来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我要犬。啊，你松松松，好。OK， 好，来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啊？哦。好意象哦，对，厉害了，就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来比有点不准，因为有点反意。OK， 你有认真吗？有认真、哦，你有认真是吗？认真。我每次都很担心你，不用担心，最担心的就是你。哦，厉害了。哦，狮子，怪兽，或猫，挑逗，猫厉害了。什么什么鼠？哎、欸，狗，狮狗，狮狗，狮狗，来狮狗，来狮狗，哎、欸，神经病，不是，你要看谁的？你们是三个字，三个，一二三，一二三个字，你要看谁？你要看谁？狮，你觉得谁要再看一次？拉屎狗，狗是狮狗吗？狮子啊。第二个是狮子，没有错。第二是狗，这方向对了，方向好大声。那再换另外一个说法。那陈毅再比一次。我觉得再比一次，最大问题在他身上。烦了，你在比什么啊？拉一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来比比较好了。对了，你来比比较好，因为我的有点紧了。瘦，变瘦。可以，这个要瘦，对啊，这个要怎么比？变瘦，对啊，宽，可是我觉得对，哎，松，对不对？松狮犬，哇，可以，松要怎么比？哎，你比的很烂的，哪会？那松你要怎么想？怎么比？你比的蛮烂的，哎，哪会？松，他刚刚这样子，对啊，很松啊，这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好，他可能换了衣服。你买新衣服还是老？没有，旧的。你买新衣服是吗？要给我看炫耀。我觉得我可以第一个。怎么今天这么多这个东西啊？好了，哎，我们是要三个人比字吗？还是我们就三个一起？就随便，就不要分配。我知道，我们三个都比字了。OK， 好，我知道。OK 了，就这样。好，三个就这样。三个都这样，就 OK， 好了，好，我们一次全部一起，没有一起，没有一起，分开，好，分开，我去，分开，还没比自己笑成这样，转，头好晕哦，换你啊，好痛，转 ，OK， 有一点不一样，主持人自己玩的很开心，有点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哇，厉害了，很棒，有没有？不错，三个字，转，很简单，我觉得不好猜，转，转圈圈，其实蛮好猜的，你方向对就很好猜，对了，我刚方向对的，你看到我们的感受是觉得，你面对我们是对的，对，啊，没事，那你想要再看谁的？不是一样，不是一样吗？好，转圈圈啊，不是，旋转吧。旋转吧，奔跑吧，不是跳跃嘞，那是一个，这要提示吗？这考验你的感官，三个字，感官，考验你的感官，对，感官，对，感官，不是感官，跟感官，你刚刚那边想要 Q 歌啦，然后时间差不多，不然我给你第一个字啊，跟气象有关，跟气象有关，跟气象有关，对啦，很快吗？蛮会猜的，一开始想要比那个龙，后来就觉得我们一起转嘛，太容易就猜出来，他大概一看，然后就 OK 了。哎，这样猜很快。来，谁要唱歌啦？啊，逸轩带来歌曲。逸轩要带来什么歌呢？芭芭比啊，不是，惩罚，直接进阶版换歌，直接进歌的，直接版换掉。刘放瑶的歌曲。啊，小时候你叫 Q， 反而不会有歌的。感官。好啦，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感官先生。今天我要来分享一首歌。这首歌是就是最近被人家点到，然后就想说听看看，就发现到他的歌不得了，好听，他叫刘凤瑶，这首歌叫做《感官先生》，然后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，唱给你们听。
那就放下吧，放下吧，放不放得下，放得下，继续走，慢光滑。总有上不上下不下，气氛真不紧，假不假，图个富有风雅。那就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也不见吧，不见那丑陋人情蒸发，安慰都是废话，算了吧，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，无爱无伤大雅，心好大，没想法，没牵挂。如果天都黑了，夜都深了，心的门没锁，每盏灯火都越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，反正一个人能凑合，两个人也不嫌多。呜呜呜呜呜 ，I don't know， 哦哦哦，怎么天都黑了，睡不着的人那美梦做，爱的人都给没把握，也是有话不直说。像我这种性格，敢想两口，管他够不够。呜呜呜呜 ，I don't know。上不上下不下，气氛真不真假不假，图个富有风雅。那就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也不见吧，不见那丑陋人间蒸发，安慰都是废话，算了吧，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，无爱无伤大雅，心好大，没想法，没牵挂。如果天都黑了，夜都深了，心的门没锁，每盏灯火都越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，反正一个人能凑合，两个人也不嫌多。呜呜呜呜呜 ，I don't know， 呜哦呜哦，怎么天都黑了，睡不着的人那美梦做，爱的人都给没把握，上了当的。像我这种性格，敢想两口，管他够不够。呜呜呜呜 ，I don't know。那一首好不好？打蜡崩吧，打蜡崩吧，打蜡，打蜡。我是可以，我可以，我真的可以。真的假的？他有练，但我不会再来了，不会转身，他不会变身。打野，好吧。我没办法唱跟他一样的版本，因为他那个太厉害。你就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角色。他有一个游戏版本呢，就是卡通，就是声音比较可爱的那种。那是他原版，对，原版是比较可爱的。哦。他是一个卡通人物，他是一个类似初音。哦，对，他只是他是中国版，他是电子，就是二次元的那个，他是电子音，OK， 厉害耶！好的，那下次期待一下，期待陈星，不，陈他们，不然他们俩合唱，其他他们两个一起唱，关我什么事？好，我们等一下，下一趴呢要来一个女团，女团，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六位美女要来啦！好，那我们五分钟之后呢，不要走开，对，记得要留下来看他们，是，然后。看他们之前要先看陈曦弹钢琴，不是？大家准备要走就突然走了，他说：“等一下，陈曦弹钢琴，好，让你买吃的，先去买吃的，先转去隔壁来看一下。”重点放错了，对，不是我，主角不是我，你不能说他。对，接下来巧巧会为大家演奏。不是啦，大家要锁定好不好？因为刚刚才弹完，你们就看不到，等下后面六个大美女。没有，巧巧演奏这首张碧晨的。耶。这个几个礼拜前啊，我这个自肥嘛，选了一个歌，然后请他们帮忙。这次我就想要问一下巧巧，像吹什么，就是曲子这样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年轮，你知道年轮吗？就是在讲树，它这个上面。你现在是
好讨厌死。对对，他是在讲那个自然课。对对对对，自然课。然后就想到，哎，这个歌也很适合中国风。对啊对啊，所以就来诠释这首《年轮》。Thank you.